现在是下午的4:50，我现在在四川成都重庆的明湖广场。今天明湖广场这里好多人跳广场舞，还跳得挺不错的。特别是站在最前面有一个女子，跳舞跳得非常的好，动作很到位。我也拍了一个视频，现在给大家看一下吧。非常的好啊，手势妖娆，无不夸张，动作拿捏的死死的，大家看完有没有很吃惊呢？欢迎评论留言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